嗨，你好呀，我是你的朋友星星，欢迎你来到我的后花园。今天读到的这则故事呢，仍然来自蔡志忠老师的《人生智慧一百则》。他说的呀，是有关求助这件事儿。说是有一个小男孩，这一天啊，正在他的玩具沙盒里玩耍，他忽然发现沙河的中央有一块巨大的岩石，小家伙开始挖掘岩石周围的沙子，想把它从泥沙中弄出去。他是个很小的小男孩，而对他来说，岩石却相当的巨大。他手脚并用，好像没费太大的力气，岩石便被他连推带滚的弄到了沙河边缘。不过这时他发现他没法再把岩石向上滚动，把它弄到沙河外面去了。小男孩下定决心，用手推，用肩膀挤，左摇右晃的，一次又一次地向岩石发起冲击。可是，每当他刚刚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，岩石便滑脱了，重新掉进沙河。这个小男孩拼出吃奶的力气猛推，但是这回岩石再次滚落回来，砸伤了他的手指。最后，他伤心地哭了起来。这整个过程呢，他的父亲在卧室窗户里看得一清二楚。父亲来到跟前，对孩子说：儿子，你为什么不用上所有的力量呢？小男孩抽泣起来：但我已经用尽全力了，爸爸。我用上了我所有的力量。不是的，儿子，父亲亲切地纠正他，你并没有用上你所有的力量，你没有请求我的帮助呀。父亲弯下腰抱起岩石，将岩石搬出了沙河。这个故事呢，看上去很简单，但是小男孩做的事儿却经常在我们身上重复。他没有意识到，对于有些事情来说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而强大的力量很可能就在他的身边，他随时可以使用。我们平常总说万事都要靠自己，但对我们生命中遇到的很多关卡来说，只靠自己是肯定不能全部做到的。要知道，人或有短长，你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对你的朋友或者其他人而言呢，也许就是轻而易举的。他们啊，也是你的资源和力量。任何人都必须依赖着别人的帮助而生活，没有人例外。学会求助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儿。所以啊，我们也必须像别人给予我们的那样，对别人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，并且呢，把最好的结果和他们一起分享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，晚安吧。